那这有什么用啊？就快到了，我想他了。要不咱们把他签了吧？人家已经把走廊的视频都调出来看了，你在厕所前后10分钟确实没有人进过男厕所，而且我们在45路蹲了那么长时间。 现在人家都不让我们上车了，怡红，你听我说，怡红，看着我，你看着我。 接萌萌回家吧，萌萌一定想回家了。还有，还有你那毕业班的学生们，都等着你。这些学生，他总归是个念想。萌萌走了，以后的日子，只能靠着一个一个的念想活着。